都进错了手吧？我给俺俩张姐给我这姐姐，俺俩陪陪给铁军友吧。俺俩姐妹的三三十年，我给舅妈，他是多年年吧？舅妈给我姐姐姐，这咱们都是部队，反正不管了，是咱们好。他这是我的吧？他这是我的吧？你那别的你们去我陪几年去。我们一个星期有七节藏语课。啊，天气怎么样？我那个主要是呗，地区管理发现，再加上安点重点话唱的是，他在地区掌握的唱。藏文班里面重点讲的是藏文的基础知识，以及西藏的历史。这里面重点讲的是就那环境呀、人物呀这些那个写作方面的知识。今天我要重点讲的是拉萨河的来源，希望这个课讲课以后，学生们要认识拉萨河的重要性以及今后在拉萨保护拉萨河。知道视频，有趣有料的新闻短视频。